快上课了啊，各位，快上课了。好，我们上课啊，我们上课。 我们上一次呢讲了这个里面的数据啊，这个里面的数据呢，假如这是一个手机屏幕啊，假如这是一个手机屏幕，那么这个里面如果有一个 list view 的话，是吧？有个数据列表。 啊，数据列表，这些数据的话，假如这是一个 list view 啊，这是个 list view，这是一个数据列表的一个控件啊。它的数据呢，数据我们上一次是来自哪儿啊？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文件叫 strings？ 点 <noise> x m r 是吧？是这个里面的吧？对吧？在这个里面，他创建的这个里面的什么数组呢？这里面创建了一个 string error 数组是吧？还记得吧，各位？然后他去调用这个里面的数据，对不对？ 去调用啊，去调用这里面的数据，就是调用这个 string s XML 里面的 string error 数组，就这个里面的数组。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 list view 呢里面就有数据了啊，就有数据了。这个我记得是。 上节课讲的啊，上节课讲的，上节课讲的，那么我可以快速的来把它说一下啊，快速的说一下。 啊、呃，就是创建一个 strings xml。当然，首先你要创建一个 activity 啊，这个界面，这是一个界面啊，这是一个手机界面，它肯定对应某一个 activity 啊，对应某一个 activity。例如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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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my nike f r u i t Activity。Act My like fruit activity。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小写，首字母的话大写是吧？一般都是这样子的，activity 这个地方大写，它有它的命名规则啊。我们来创建这个，创建这一个啊，创建这一个。你有一个。 Activity，empty activity，这个地方呢就是 my like fruit activity，这个小写，要不然它这边还能自动的区分啊，大写的字母前面一个下划线啊，如果你把这个大写的 F 改为小写的 f，它这边下划线也就自动没有了啊。 这个是 activity，这个是它自动生成的一个布局啊，自动生成的一个布局。然后点 finish，点 finish。我们看看这个上一次有没有人看回放啊？这个是我们的上一次的课程啊。 这个地方写错了，这个有九点二，这个九点一是吧？有人看回放的，但是是不是你、你们、你们班上的？那就不看回放的。萨拉迪看回放。 好，这个它加载的这个布局，我们打开这个布局，然后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流程来，先把这个布局的类型改掉，改为线性布局 i n t h e e a r l y o u t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一个，我们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 list view 啊，list view，这个。 给它加一个那个 ID LV，杠 m y like fruit，啊，这个就是它的 ID，就是这个 List、nice、View 空间的这个 ID，啊，这个 ID。这里面目前没有任何数据，我们用那个我们的这个以前的方法，再稍微的快速的复习一下啊。 就是我们在 strings.xml 里面创建一个 string error 数组。好，我们打开这个 r e s 目录，因为这是一个资源目录啊，resource 的简写。然后这里面有 values，专门放一些字符串，表示一定的含义。那么我们找到 strings.xml 里面呢，放一个数组啊，string error 数组。这个地方已经放了一些了啊，那么我们再放一。 它叫什么呢？叫 String Error 啊，字符串数组。这个双引号里面放这个数组的名称啊，放数组的名称。例如，like fruits。这个地方后面就放，它本来是没有，你要打一个角号，它后面自动的会。 给你加上这个结束符号，在这个之间呢，我们要把元素加上去，就是它有哪些水果？item、e、打一个小号，在这个之间打打这个水果名称啊，比如苹果，葡萄。 橙子、香蕉、芒果、菠萝。好，六种水果啊，六种水果。这个物的名字要记住啊，like fruits，不者你可以再给它取名，比如 error e r r o r like fruits。 啊，error line first。好，然后我们切换为这个布局文件，它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属性呢？还记得吗？是什么属性啊？是不是 SRC 啊？没有啊，是什么？什么属性？各位，什么属性？是不是 entries 啊？应该是 entries 啊，entries 这个属性相当于一个数据入口啊。对对对，entries。然后你就找。 找这个，你刚才我们声明的那个数组是不是 fruits 啊？不是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取名叫 error fruits error 杠 like fruits，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数组，或者给其他班讲的一个创建的数组。我们刚才刚刚新建的是这个数组，对吧？数组名称是这个，不不信你看，是吧？这是它的数组名称 error 杠 like fruits。 所以选这一个啊，然后的话，它这个就有有数据了啊，按道理就有数据了，所以它这个就是调用啊，这个你，他它这个其实有个隐含的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 activity 它调用或者说加载呢，这个布局。 它加载了这个布局，这是个大布局吗？是吧？一个布局，布局里面有是个空间，listview 空间啊，然后 listview 空间呢，又去，又去这个去 listview 空间，去调用这个里面的这个数组啊，这个数组，就是这个数组啊，这个数组，所以它一个不断的调用。 啊、呃，不断的调用，可以说分层分层开发啊，这也、个、可以说是分层开发。这个就是业务层啊，这个就是表示层啊，这个就是数据层啊，是吧？啊，业务层，这个可以说是表示表现层，这个可以说是数据层，是吧？三层。然后呢，然后。 然后我们让这个 My Like Fruit 这个显示出来，显示在我们的这个模拟器上面。那么我这边是创建了一个叫木木的浏览器，这个我是下载的木木的浏览器，木木。 这个啊，某某的某某的模拟器，某某，它是那个网易公司的，中国的网易公司的某某的模拟器啊，某网易某某模拟器，这个我我是上一周安装的上一周。这个模拟器的话，你首先要打开它，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啊，所以可以直接打开。 某某模拟器，它这个因为我用我自这个软件自带的模拟器的话，容易导致我的系统死机，它可能占用的这个存储空间啊太大啊，经常导致我的电脑死机。所以我，然后手机的话如果连连接我的手机的话，有的时候连不上啊，有的时候连不上。所以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下载一个第三方的模拟器，某某模拟某某模拟器啊，某某模拟器。 它可以横竖屏，你看，横竖屏，功能蛮强大的啊，这个模拟器，还可以作为一个模拟手机去装一些其他的 APK，玩手机游戏什么的，你看，屏幕旋转是吧？屏幕旋转，好，现在有没有连上去呢？这边还没连上去啊，它需要输入一个命令，在那个 Terminal 里面输入一个命令。 adb connect，这个我是看到网上的一些教程啊，就是不同的那个第三方模拟器有不同的这个地址，它这个是七五五，好，这边已经 connected 啊，那么这边你看，这边就多了一个是吧 n e t easy，木木。 啊，这个模拟器，好，我们运行一下啊。在运行之前，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清单文件里面没有调一下，我们要在这个 Android manifest 里面呢，要把它调一下啊。Android manifest 里面调一下。我们刚才创建的是 My n i k e Fruit，把这边全有回车啊，在这一组之间呢，把这个属性移过来。 谁拥有了哪一个 activity 拥有了这个一组属性的话，哪个就是作为启动的最先启动的那一个 activity。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这个 activity，所以我们要让它拥有这个这一组属性，Intent r filter 里面的这组属性，让它作为一个主启动项，第一启动项啊，第一启动项。好，然后运行啊。 我们看看这个木木模拟器，好，它还在还在运行，有了吧？是是吧？有了吧？ 有了啊，这个地方，你看啊，这个数据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的数据，一模一样，是吧？一模一样。然后我们上一次又讲了是吧，如何去那个单击，让那个它的效果出来，是吧？让它的效果出来。 啊，就是让他的那个，你选择的那个数据呢，出来，啊，你选择的那个数据出来，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啊，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就如果说你选择你单击一下苹果，然后那个它的值就出来了是吧？啊，它的值就出来了，这个是用什么？ 怎么做的是吧？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就是你，比如你选中葡萄，那个葡萄的值就出来了。啊，选中芒果，那个芒果的值就出来了，是吧？啊，可以用 toast。那么这个时候，你还要把这个转化为一个数组，是吧？把它要转化为一个数组，是吧？把这个呢转化为一个数组。 转到这个 activity 里面去是吧？还记得吗？要不要我再说一下？要不要我再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数据的话，这个数据它是一个在 strings xml 里面的是吧？如何把这个呢？把它转为这个 activity 里面的一个数组，也就是 Java 文件里面的数组，这个怎么转化是吧？ 我们有那个相应的函数来转化啊，相应的函数来转化，就是例如你在这儿声明一个数组，比如 fruits，然后这边怎么来获取呢？获取那个 XML 文件里面的数组呢？我们是用的这个 get resource 啊，获得资源。 或者资源里面的什么呢？或者资源里面的字符串数组啊，用这个这个函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放入那个那个 ID，因为你的这个数组的话名称已经编译到那个 R 文件里面去了，R 文件啊，error like 已经编译到那个 R 文件里面去了，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有 R 文件啊，所以为什么经常我点 R 点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R 文件它把好多东西啊都编译过去的啊。 都变异，你、yeah, 看这边是不是变一过来了？Error like fruits，它已经变成一个整形的一个常量啊，整形的常量。Error like fruits，它是一个，它在 R 空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 R 点 error 点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整形的常量，它相当于一本字典里面的索引，一本书。 一本教材里面的目录，一本书的目录一样啊，所以通过 r 点 error 点这个就能获取到那个数组。所以为什么经常写 r 点什么啊？这是它的一个机制。r 点 error 点 error like fruits 获取的数组，付给谁呢？付给当前的这个变量 fruits 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你单击的话，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应该还记得吧？对吧？List you。w 以获取那个这个里面的这个 ID，find ID r 点 ID 点把这个。 ListView 的控件付给当前的 ListView 一，然后它那个事件叫什么事件呢？点儿 set on item click 啊，不是 set on click 啊，是它的选项单击事件，应该是这个。然后实现里面的接口，当这个 item 被 click 的时候呢，我们来用 Toast。 显示这个你选的内容啊，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因为已经获取过来了啊，获取付给这个数组的，如此数组，所以呢，这个双引号我们把它改为一个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它的下边正好是 present 啊，然后。 运行一下看看啊，运行一下看看，就是通过数组和下标来获得这个元素啊的值，哎、yeah,，就是这个意思啊。 有了吧，是吧？有了，有了啊，有了啊。点一下啊，我们点一下看看，这边显示葡萄是吧？芒果，芒果。 播种是吧？你看苹果、葡萄，它有个缓冲啊，有个缓冲，就是你这个吐出的一个缓冲啊。葡萄、香蕉，你点的太快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显示，是吧？点香蕉，你看这边还没有香蕉是吧？要等这个菠萝消失之后有香蕉啊，有香蕉。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课讲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用这种方法，这个是我们在 strings XML 里面呢来进行的一个里面创建的一个 error 数组。如果说如果说我们用直接在里面放数组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也可以。 也可以啊，也可以。例如我们就是什么情况啊？假如这个 list view 呢？这个地方有一个 list view 是吧？这个 list view 空间啊，就是 list view 空间，就是说它这个数据呢。 它这个数据啊，它来自于不来自于这儿啊？不来自于这个 String XML 里面，而是来自于这个本身，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声明一个数组，就是直接的，直接在这个 Activity 里面的去创建。 一个数组啊，然后让 list view 呢去加载它啊，这个是我们用的，这个是用的一个分层啊，就这个是分层放在 strings xml 里面。那么我们如果直接在 activity 里面去创建一个数组行不行呢？可以的啊，可以。好，我们来试一下啊，来测试一下，来测试一下。 目前这个效果是吧？这个效果。那么我们来再用一个空间啊，放在后面。在这个布局里面，我们再放一个空间，把这个拷贝一下啊，拷贝，past，这个就叫 my。 Like color 吧，我喜欢的颜色啊，我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让它那个垂直排列啊，就是两个 list view 呢，从上到下排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一个 orientation 属性，把它改为 vertical 啊，从上到下排列啊，从上到下排列。它的那个数组呢？ 它的数数据入口就不从那个 strings 里面，strings XML 里面去获取了啊，所以我把这句删掉，啊，把这句删掉，把这句删掉。今天我们上课人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不错不错。好，这个。 就是在这个后面，我们又放了一个 list view，它的 ID 呢叫 lv- my like color，啊，或者 my like weather，like weather 好像不对。 也可以啊，我喜欢这天气是吧？好，然后，然后它的数据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哪儿？我们说创建一个数组啊，创建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的话，我们来创建啊，String，直接在里面创建啊。 当然，你也可以声明在这个后面也是可以的，例如 w e a t h e r w e a t h e r 是吧？声明一个数组，我们可以初始化，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也可以，放在 on create 里面也可以。它是一个那个字符串类型的数组，所以怎么写？一堆大括号是吧？然后里面写写一些字符串。 因为它是字符串类型的嘛，是吧？字符串类型的，怎么还错呢？哦，写在这儿，这样写还不行。他说这个初始化不允许写在这儿，那我们就写到这儿去啊，直接写到这儿。 这个里面目前什么都没写啊，什么都没写，那么你就要往里面填内容了啊。天气你喜欢什么天气呢？例如春暖，春暖花开啊，春暖花开。 呃，清风徐徐，冰天雪地。有的学生喜欢下雨是吧？下雪啊，喜欢下雪。 还有什么呢？中国那个有一些成语是吧？成语可能你们学的不多，就是四个字的，一般都是四个字的啊。成语就表示的意思比较多啊。风和日丽，哎，他这个取的名字取得很好啊。我把它用过来啊。 因为我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那么多成语，春暖花开个来，万里无云，放进来，云淡风轻。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都是天气比较好的一种情况，是吧？所以它这个这个数组里面啊，就放了这个六个元素，六个元素的值分别是：春暖花开、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云淡风轻、秋高气爽、碧空万里。 这个你们可能应该也知道什么意思是吧？反正基本上是形容天气很好的情况啊。春暖花开就是春天暖花，花也开了。风和日丽啊，风就是比较轻微，比较柔和是吧？日的话就是太阳的意思是吧？太阳也很好看啊，就是不是那种很炎热的情况啊。万里无云，天上没有云是吧？云淡风轻。 这个应该也知道，秋高气爽，这一般是形容秋天啊，秋天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天气，碧空万里，跟万里无云啊差不多啊。这就 weather's 啊 weather's。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啊，休息五分钟，然后继续。我们休息五分钟啊，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上课啊，上课，各位，我们上课了啊。这个 weather 的这个速度呢，我们已经创建好了啊，已经创建好了。然后怎么放到那个里面去呢？我们首先呢，要把那个空间获取过来，因为。 因为这个，呃，它加载的是这个布局文件是吧？我们打开它加载的这个布局呢，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地方，lv my like weather 是吧？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空间。 根据通过啊，通过这个 ID 获取到这个里面来，获取到这个 Activity 里面来。好，在这边要声明 n i s t e r v i e w r 然后我们根据 ID 把那个 My Like Weather 获取过来，是吧？ 好，这边选哪一个？我们来出一个小选择题啊，A、B、C、D 里面选哪一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啊、呃，这个地方我们选哪一个？A、B、C、D 选哪一个呢？我们来做一个小的选择题啊。 我们就两个人打听的啊，就两个人在这听啊，就那几部塞拉迪、克里姆三个人打的是吧？其他学生在这儿干嘛呢？啊，在这儿干嘛呢？都是这个都有没有听啊？啊，其他学生啊，今天人数还不少啊，有一一半左右的学生过来了，但是有没有听？对不对？听也很重要啊，各位啊，听了之后还要自己敲代码啊，敲代码。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选这个啊，my like weather，把它付给这个我们刚才声明的这个变量 list view 二。好，这个地方把它移过去，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现在用不到它。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 weathers 这个数组呢，把它放到 nested view 二里面去，怎么放呢？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的有个什么函数来那个呢？来来来，把它放进去呢？有的啊，有个叫 set adapter 设置一个适配器，这个适配器啊，就是数据适配器，设置数据适配器。 就是这个函数，使用 set adapter，但是它这个里面放的类型呢，是一个 list adapter 类型的一个变量，或者说 list adapter 类型的一个对象，或者说 list adapter 类型的一个实例 adapter，所以它是一个，这是一个参数啊，这个是表示它的类型啊，类型，这只是表示一个代号而已，代号是吧？代号。 所以这个要放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的话，它叫 list adapter。我们可以用一个打开它的文档注释 list adapter。list adapter Ad 呢，我们可以点开这个 list adapter。 点开啊，点一下这个有链接的啊，有链接。刚才我是按的那个 Ctrl Shift 加空格啊，三个键一起按，然后它有一个文档注释，就是这个这个函数啊是什么作用啊，是吧？它是那个参数是一个什么什么意思，什么作用是吧？就是这个参数啊，adapter 这个参数。 它的一个作用，它的类型是什么？我们点一下，看看能不能点开这个链接啊？因为它它需要去上网去访问，点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通过网络去访问到？比较慢啊，比较慢，比较慢啊。 Uh, 有拿啊，有的啊，有的，它是一个这个 interface 啊、uh, interface 是一个接口。这个你们如果 Java 还记得的话，如果以前学 Java 还记得的话，这个表示一个接口啊接口 interface 是一个接口啊接口。Is the adapter，它有它的实现内啊，有它的实现内。这个 interface 表示一个接口。那么具体的文档呢，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点一下，但有的时候访问不了，有的时候访问不了啊，有的时候也能访问，有的时候又不好访问。你看没有访问的了是吧？ 我要这个 Google c h r m、um、e 来访问看看能不能访问，貌似也不能访问啊，貌似也不能访问。我们访问想干嘛呢？想干嘛呢？就是想知道它的时间内是什么啊，因为它是一个接口。 它是一个接口啊，那么这个地方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要用一个什么呢？我们要用它的一个实现类，这个实现类叫 Area Adapter。我们只要构造出这个类型的一个一个东西，就可以放到里面去啊。它虽然 Area Adapter 跟这个 Nested Adapter 不完全一样，但是呢 e r e a Adapter 是它的一个实现类啊，Area。 Adapter 是 List Adapter 的实现内，啊，是 List Adapter 的实现内，所以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写的。下面呢，我们就来构造一个 Area Adapter，用它的一个内的构造方法啊。 a r e a a d a p t e r 这里面肯定有参数的啊。我们按一下快捷键 Ctrl 加 P，我们可以呢用哪一种呢？具体嘛要有这个数组类型的啊，就是有这个中文号的，绿中文号，表示数组。所以，我们这边呢用第三种情况，这个有三个参数啊，要放三个参数来构造这个东西。a r e a a d a p t e r 一 啊，要放三个参数。你也可以按 c t r l Shift 的空格来看看。我们点一下这个，第一个参数表示上下文环境，第二个参数呢，它表示一个默认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布局的样式，就是它 List View 的一个。 布局啊，list view 这个本身这个它的布局不是说我们布局文件的布局啊，而是 list view 空间它采用一个什么的显示样式，我们是作为这个第二个参数，第三个参数呢就是这个 area adapter 它的数据来源来自于哪儿啊？这个地方我们是来自于刚才我们呃创建的那个 weathers 数组是吧？所以三个参数。 因为他这个这个都要你记住的啊，记住，因为他这个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但是呢，你写过几次呢，就会知道了啊，写过两三次你就知道啊，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啊，每个参数的含义是，每个参数的含义是什么？他正在一个打开这个文档。 好，有的啊，有的。c o n t e s t 是 the current c o n t e s t 就当前的一个环境，上应环境。一般我们是把它，呃，这个参数是用当前的这个 activity 的一个名称来表示当前的环境。resource 呢，resource 表示这个 resource ID for a n o t f i e Containing a test view to use when i n s t a n t i e t i n g views。初始化这个 list view 的一个它的一个布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使用这个系统提供的一个这个布局。第三个呢，就是说。 它的数据来源啊，数据来源。好，我们来写一下啊。第一个上下文环境，也就是这个 my food activity，这时候要点儿 this 啊，要点儿 this 作为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的话是它的一个，我们来调用系统提供的一个这个样式 r 点儿。 r 点儿什么呢？r 点儿那 out 点儿 simple list item 一、e. 啊，我们一般就用这种哈、啊，这第二个参数完成。第三个参数，它的数据来源是一个数组类型啊。这个数组呢，我们已经在这儿创建好了啊，在这边创建好了，已经创建好了，就是 weathers。 啊、uh,，weathers，我们把这个地方敲一个回车啊，让它换行，因为这边啊、呃、太太宽的话，我们右边看不到，敲一个回车啊，把这个 weathers 这个数组呢放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啊，就行了，这个适配器呢就构造好了啊，通过这一个类的构造方法来构造。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 Java 学的怎么样啊？还记不记得？来构造它这个内的一个对象，或者说一个实例，或者说一个变量啊。Area Adapter 一，这个 Area Adapter 一呢，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数据适配器，然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识别器呢放到这个里面来啊。好，我们来看看啊，运行一下看看有没有有吧，是吧？春暖花开，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云淡风轻，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啊，就有了啊，有了。有人说这个。 这个是系统提供的啊，那么有没有 Java 学的不太好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怎么办呢？是吧？这个都是 Java 的一些应用啊，一些应用。我们我可以提供一些课件给你们啊，Java 的课件让你们复习复习啊，复习复习只要你们那个能装好 Eclipse 能装好就行了，Eclipse 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只要你这个装起来比这个简单多了啊，比 Android Studio 简单多了。这个装起来比较比较繁琐，这个的话装起来很简单啊，很简单。你只要先去网上去下载一个 JDK，然后把这个解压缩就行了，就可以装一个 E Eclipse、e。Eclipse 它是用来编 Java 的一个东西啊，编 Java 的一个东西。啊 啊，到时候我给你们一些课件啊，你们自己呢可以这个自学啊，可以自学。那么这个这个就能够表示什么呢？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能够表示这个它显示的一个样式，这个 list view 呢，它显示的一个样式。它目前是春暖花开，后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如果说你想让它有什么东西的话， 第二，例如这个可不可以呢？Simple list team 二，有的时候可能不适用啊。我们运行一下看看。你看，它一闪而退，闪了一下，自动推了，说明这个不适用啊。如果用这个 Select dialog in single choice 呢？ 练习一下看看，它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春暖花开后面有个小圆圈，它表面上是可以单选，是吧？是那种单选的那种小按钮，其实不是的啊，它只是做作为一种修饰，它根本不好不好去点这个小小圆圈，是吧？让它中间出现一个点，这个不好点的啊，它只是一种样式。 那么，所以常见的还是这个这个 simple n i s t e team e 啊，这个用的比较多啊，用的比较多。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个效果啊，这些就来自于这个里面的元素呢，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数据啊。当然，它不好直接用的是吧？它必须要把这个数组呢，去转化为一个。 这个数据适配器啊，那么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a i r a d a p t e r 构造了一个 a i r a d a p t e r 的一个实例啊，即也就是构造了 a e r a adapter 的实例，或者说。 对象，哎 r i、啊、adapter 一，UI adapter 一啊，然后让它去加载，让它去加载。那么我们再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放一个 spinner 呢？ 就是在这儿放一个 spinner 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啊，它同样可以来放这个数据适配器。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在这个它的布局里面放一个 spinner，看看 spinner，spinner，给它一个 ID 啊。 SP weather's，这是它的 ID，这个空间的 ID 啊，我们在这儿来获取一下 SP a s p a 一、e,，然后在这边进行初始化，findViewByID R 点 ID SP 开头的 SP weather's，付给当前的这个变量 SP i n r 一。 然后，spinner 一呢，也来设置这个数据适配器。你看它的这个参数也是 speed，它的参数是 spinner adapter，啊，spinner adapter。Ad apter, 那么这个是一个 error adapter，它其实是是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啊，同一个系列。它应该是这个类型是它的一个时间内啊，时间内，就相当于它的儿子或者孙子。 这个是这个意思。嗯，哦，不是，放他的一个实例。好，运行一下啊。这边一个下载菜单是吧？就是这个啊，这个点一下小箭头，或者点这一个，它就有了啊。 有了，就拿、啊、风和日丽，云淡风轻啊，碧空万里，春暖花开，这就是这个就是 list view 啊，这是 list view，这个叫 spinner 空间，这个叫 list view 空间啊，list view 空间。那么如果说，如果说呢，你去单击呢，如、就是、你单击这个 list view，你想单击这一个东西，它的 它怎么来写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啊，list view 二点儿 set on item、e、a connect 是吧？listener new on click listener。然后呢，然后我们有一个 t o a s 来显示，显示的内容呢放在这儿。这个地方因为宿主已经直接在这边已经声明好了是吧？我们可以直接去。 这样写，position，放在这个地方，哦，没弄好，position，啊，position，运行一下啊。 你点一下春暖花开，是吧？有的，风和日丽也有，是吧？秋高气爽，这个也有，这个就是用的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单击事件，是吧？单击事件。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多敲敲代码啊，多敲,敲代码。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讲的不一样，之前的话我们是这个 list view 呢，它的数据来自于 strings xml 里面的一个东西，是吧？ 一个数组，今天我们讲的呢，讲的是 List View，它它的数据来源是直接在这个 Activity 里面去创建一个数组，但是创建数组的话也不行，我们要进对它进行转换啊，对它进行转换，转化为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转化为一个适配器啊，适配器。 转化为一个数据适配器啊，转化一个数据适配器，例如 area area adapter 类型的。然后呢，转化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呢，去让他们形成一个，就是让这个 list view 呢，让这个 list view 啊。 让这个 list view 去加载这个 area adapter 啊 area adapter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么一个流程。我们课程今天肯定比要比昨天难啊，比昨天难。所以呢，回去呢一定要多看看代码，以及呢看看这个课程回放啊，课程回放。 这个地方，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就是先创建一个数组，是吧？数组，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数组呢，转化为一个 area adapter 类型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怎么构造，是吧？放三个参数啊，三个参数，第一个是当前的这个 activity，但是你要 d e l 啊 d e l 第二个是它这个显示的一个样式，就是这个 list view 呢。 它显示的一个样式，这个你反正一样画葫芦就行了，就是照这个样子打就行了啊。它相当于一个常量，系统能提供了一个常量。第三个就是数据来源是我们这边声明的一个数组啊。构造好了之后呢，我们再让这个 list view 呢去设置它的一个适适配器，把这个刚才构造好的这个东西放到这个括号里面，那么它就有一个数据来源，并且有这个样式。 在这个里面都封装好了，是吧？都已经封装好了。封装好了之后，如果你想要一些效果，例如你点了之后有一个值出来，啊，有一个值出来，那么你就可以用它的一个注册它的一个监听器，啊，注册一个监听器，set on item click listener 来注册它的一个监听器，啊，当你点击某一个某一个这个这个元素的时候呢？ 它会传递这个数组元素的一个一个序号，我们称为数组下标、元素下标啊。那么根据这个数组名称和元素的下标，我们可以呢能够获取到具体的这个元素的值，让 toast 来显示啊，让 toast 来显示啊。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啊，它的一个流程。 代码的一个流程。如果说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放一个 spinner 的话，spinner 空间它是一个下拉列表，下拉菜单是吧？下拉菜单，那么我们可以呢把这个 spinner 获取过来啊，获取过来，然后呢也通过同样的这个。 set adapter 函数来设置这个数据适配器啊，数据适配器。当然它没有一个效果是吧？因为我们没有没有给这个来注册一个一个鉴定器。如果注册的话，怎么写？set on set on Listener，set on item select，啊，所以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啊。这个 list view 呢，它是 set on item click listener，而我们这个呢是 set on item select listener，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写的话。 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有点不一样，是吧？这个这句话复制过来，秋高气爽是吧？空万里。这个也能够有这个效果是吧？风和日丽。 春暖花开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所讲的内容啊，所讲的内容，你们回去呢一定要敲敲代码啊，一定要敲代码，不敲代码的话，这个很难做出来啊，很难做出来，一定要敲代码啊，一定要敲代码，一定要多敲敲代码啊，你光听我讲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敲敲代码的话，你就觉得哦，原来这样。你如果听我讲，你会觉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是你如果多敲敲代码，多使用电脑来编程的话，你就觉得。 啊，这个还不是很难啊，不是很难。你多敲个几次代码，多练习几次，那么你觉得不是很难。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有不会的问题呢，可以在讨论区里面留言。 上一次的作业截止到今天夜里十二点，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零五分。好，拜拜。啊，我过会儿会布置作业啊。过会儿我们每周要有一次作业，这周是第十周了啊，第十周。 第十周啊，你们在如果在在你们自己国家的话，要注意不要那个出去跑动啊，一定要一旦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而且不能去人多的地方啊。好，拜拜。